从高雄县的弥陀乡到台北关渡的艺术学院，到德国的福克汪舞蹈学院，到德国卡萨尔斯的歌剧院舞蹈团的艺术总监，从小提琴到戏剧到舞蹈到编舞。我国驻有一个非常充实的历程。他对生命的坚持和艺术的坚持是我在台湾的年轻艺术家里面很少看到的。对于整个断章来说，我觉得我从中学习到很多不同层面的事情。我从这个舞作里面，我认识我自己。我觉得因为现在生活里面大家都有很多的压力，那对我来讲，在跳这支舞其实我很享受，因为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跟我自己说话。跳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好像重生了。对，那我自己觉得这个作品它是一个有生命的作品。自从他走了之后，其实我才发现，以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认识他，可是我并没有花很多的心在认识这个人。到后来，我觉得我是从作品里面，好像才能够跟他比较接近，比较了解他这个人，特别在断章里面。断章它很多动作都来自于胸口，那这个胸口是我们练舞当中一直鲜少被用到的，因为这一节它胸口不好活动，所以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其实要感受到它很困难，因为只能说不断的一直去试，不断的去感受。其实我觉得因为他的胸口，或许他因为他离心很近，所以你很容易可以感受到他的、应该说任何一个渴望吧，应该是这么说，除了渴望也是有点痛苦，但是或许他也是高兴，就是他变得很多的情绪他都夹杂在里面。
我经历了很多，经历了很多舞蹈里面给我的痛苦、乐趣。虽然我没有见过柱子，然后对他完全陌生，可是在他这一支舞桌里面，我和他有沟通的时候，因为在整个舞蹈里面，就是经过排练直到上台，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我都有不同的体会。那个体会是很少是参与一个舞蹈的作品，是可以以自己的生命的过程的力的经历一起来参与这一个作品。纪念他最好的方式是跳他的舞，所以云门保留了他的断章、他的在高处，还有其他的小品。我们希望让吴国柱的一生继续跟新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讲话。Der Stub nicht auch kein Fleck, Engele ist euch weg, oi wie schnell bin ich schon aufgewogen.